欢迎大家炎炎夏日嚟到维园咧参加城市论坛。咁啊，六四咧就啱啱过咗啊，25周年。咁啊，当晚到场嘅人数咧就系根据大会讲有180,000人。咁啊，警方讲咧99,500。咁啊系好少见嘅，相信咧大家都眼前一亮。但系今年嘅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咧，带出两个重点可以倾一倾嘅。一个咧就系除咗维园之外啦，尖沙咀嗰度咧，另外亦都有一个活动。咁啊，以前咧嗰個活動嘅人數相對比較少，咁但係今年咧突然間有幾千人咁多，咁究竟係呢個係咩現象嚟嘅咧？應唔應該咁做咧？對今後香港嘅呢個六四活動究竟有啲咩新嘅發展影響咧？咁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咧，今年嘅六四燭光晚會多多少少大家聽到一啲聲音，呢啲聲音咧就係可能幾個人一齊分別講出嚟嘅，但係咧就似乎同佔中同埋政改咧都拉上一啲關係。咁同以前咧就話六四燭光晚會就係講六四啫，不涉其他嘅。咁呢個咧就似乎有啲新嘅發展。呢個發展對今後香港發展政制究竟係好又或係壞？對中國嘅民主化究竟係好係壞？都可以值得傾傾。咁今日咧就請到四位台上講者嘉賓啊，同我哋傾一傾啦。個題目咧就叫做六四燭光燒向佔中政改，25維園肝膽兄弟益場，即係話廿幾年嚟大家啲兄弟本來都做得好團結，但係而家咧好似咧兵分幾路喎，有啲就自我衝突咁嘅情況。咁啊，請到咧係四位台上講者嘉賓咧，同我哋傾傾。咁首先介紹喺我旁邊嘅就係李卓仁先生，係支聯會嘅主席，歡迎你。早晨，早晨。毛孟靜小姐，香港本土成員。早晨。曾卓文博士，本土新聞編輯主任。早晨。黃陽達先生，熱血公民創辦人。好，系咪喺我后边嘅咧？就系有一个应邀嘉宾系出席嘅，咁啊，佢哋咧就系乐善堂杨国小林中学嘅老师同埋同学，欢迎大家。咁啊，考试刚过吓，或者仲系考紧试都未定吓，咁啊，多谢大家出席。好啦，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六四烛光晚会180,000人参加，但系尖沙咀嗰边都唔系第一次啦。但係人數咧就突然間比一般市民中啦嚇，即係包括我啦，多咗好多喎，幾千人喎嚇。咁究竟係咩現象嚟嘅咧？佢哋嘅用意係點咧？適唔適宜係咁嘅做法咧？因為六四始終都係我睇就係成個香港嘅記憶嚟嘅。咁係咪一齊做應該好咧？咁黃陽烈、黃陽達，大家好，我係熱血公民嘅黃陽達。今年在尖沙咀另起炉灶搞这个这样的六四晚会，我们的主题很简单，六个字讲完，本土、民主、反共。在现场最大嗌得最多的一个口号，无论是集会或者集会之后是自由行动遍布整个尖沙咀的，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口号，就是打倒共产党。这个也都是即是刚才谢志峰讲到，就是说往年很多年六四的集会，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说一个记忆，一个回忆。其实谢志峰呢、这个讲法呢是不准确的。这个讲法是不准确的。记得呢在03年的时候呢 ,03 年的七一集会呢，其实当其时亦都因为这个这样的倒董的浪潮，当其时在六四的集会里面呢亦都有呼吁，就是说大家七一要上街。那件事很简单的，当日黄毓民就在台上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口号和理念，就是喂董建华就是要告诉他听不妥你。OK?咁但係喺咁多年嚟，好多時候就話：喂，我哋覺得支聯會呢個咁樣嘅維園嘅六四悼念集會，就係起碼佢帶嚟一個印象，就係話起碼謝志峰你會有呢個印象啦，就係純粹一個單純一個記憶，大家就係悼念啦、懷念啦。我唔係話呢件事唔值得悼念啊，當然我哋都認為值得悼念啦。如果唔係，你今年就唔會搞啦。都唔係淨止悼念嘅，佢仲有要平反六四啊、追究責任啊等等啊。有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你一定要扣連香港嘅本土政治，去到今年我哋要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喂，去到政改关键的时候，你要汇聚的力量，大家集合力量，很多人都讲过了，记忆就是一个力量。那个力量要来做什么？我们今年就是做一个展示，我们集会完了不是就这样完了嘛。我们是遍布周围的集会的人，是即刻自由行动，即刻展示的力量，就是说，喂，那样东西是什么？诉求很简单，大家讲一次，就是打倒共产党嘛。OK, 给我讲完先。好了。嗰、那個意義就係在於呢一度，如果你純粹係淪為一個悼念，而你冇將嗰個力量化為行動嘅話咧，咁就會變成咗一個係空洞嘅儀式。而我哋點解要去記憶？點解要去回顧呢個六四嘅歷史啊？最主要就係話俾大家聽，呢個係一個殺人政權。
而呢個殺人政權係冇統治下發生嘅，所以我必須喺呢度同大家講，我哋認為去到今時今日，我曾經都支持要求平反六四，但係我而家認為我哋唔應該再軟弱地淨係認為要平反六四，因為你要求平反，你只不過係代表住要求呢一個殺人政權認可佢個合法統治性、合法性嘅統治，然之後要求呢個統治者去為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發生嘅運動，喂唔該你定性翻佢喺外國民主運動啊！唔該曬你。喂，咁樣對民主改革嗱，首先咧，我覺得六四嘅燭光集會唔係淨係記憶對抗遺忘，當然記憶要對抗遺忘，真相要對抗謊言，但係我哋亦都係化為行動。頭先黃楊達所講嘅行動，只不過去廣東道自由行嗰度嗌幾句口號，你就叫行動啊？我希望你真係做行動。我哋跟住落去支聯會就有六四紀念館，一路係抗爭到底。每一個月我哋去中聯辦抗議，六月六號我哋就去悼念係李旺陽。嗱，所以我覺得咧，阿李卓人出嚟行動，你唔會多得過我啦。近年阿黃楊達，每一年攞啲智慧嗰陣，你喺邊啊？我淨係知道你嗰晚嘅集會咧，就叫人投票。嗰晚到底係悼念定係投票？你唔可以抹黑啊！你只係拉票，你唔可以抹黑啊！你喎，大家睇清楚民主派，黃楊達民主派嘅真面目。黃楊達，多年嚟，黃楊達，請你收收聲先，俾阿李卓人講，繼續講落去。李卓人請。你冇冷噶，你叫我收聲。你請。呢條友啊，冇冷，你叫我收聲。我已經俾咗你講先噶，你講咗成兩三分鐘。或者冷靜啲啦。你嗰晚係咪有人喺台上？你唔好喺度抹黑。去為你拉票，要你投票俾你咧。李卓人，做第二樣嘢咧，抹黑別人係還不了你自己嘅清白嘅。好多人聽到，不你自己清白。好多人聽到 ，OK 咧，好多人都聽到。你2013年，你2013年嘅四集會口號係愛國愛民香港精神。請你收收聲先，好唔好？黃楊達，請你收收聲。嗱，如果你唔收聲啦，我只能夠做刪咗你個麥嘅咋。好嘛 ？OK， 李卓人繼續講。係啦，即係我哋覺得咧，六四燭光集會亦都唔係淨係停留於記憶，絕對係要傳承八九民運嘅精神。八九民運嘅精神就係抗爭，就係上街，就係爭取民主。對香港嚟講，我都覺得好緊要，因為而家我哋係爭取民主嘅時間。大家同唔同意？而家係爭取民主嘅時間啊，係抗爭嘅時間啊。大家梗係同意啦，但係你冇做啊嘛，係你冇做啊嘛。係啊，你做就去廣東道嗌句口號咯。你冇做啊嘛， okay， 你嗌啊而家。好啦，我哋听听啊，你嗌啊，而家打到共产党。我哋听听阿曾卓文先啦。今年咧，共产党。O K， 黄今年啊，六四晚会，本土新闻均衡报道维园同埋尖沙咀嘅聚会，维园十几万人，尖沙咀7000人，主流传媒咧就大幅度咁样报道维园，但系就细幅度咁样报道尖沙咀嘅。尖沙咀虽然7000人，但系比较起旧年2000人，已经多咗3倍啦。所以呢、這個而且呢尖沙咀的意義不可以用人數去衡量的，因為呢它的意義在於表達了對支聯會的不滿，還有呢他們是不正自己喊口號，同時要求行動，譬如佔領立法會之類，又叫做垃圾會呢，那就所以呢香港，但是香港和西方的主流傳媒都是沒有這個本土的觸覺，缺乏呢個傳媒觸覺，忽略咗呢一點。但係本土新聞就兩邊都持平咁樣訪問嘅。嗱，我哋有同事去尖沙咀訪問，我本人就去維園訪問。我哋訪問咗維園燭光晚會前台嘅觀眾，有觀眾反映話呢次佢哋嚟到維園係習慣嘅啫，年年去維園燭光晚會係習慣，佢哋有啲根本就唔知道尖沙咀嘅聚會。而呢仲有觀眾反映話咧，佢哋嚟維園燭光晚會唔係支持支聯會，佢哋絕對唔會投票俾民主黨，但係佢哋去嗰度係為咗反共嘅啫。嗱，呢啲咁嘅聲音咧，我要澄清一樣嘢，大家嚟維園唔係支持支聯會，係支持係記憶對抗遺忘，係支持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你哋嘅身份，我利益有所衝突，我哋將議會嘅政治同民間團體，我處理下現場秩序先，唔該。我哋呢度現場嘅展示咧係唔可以帶個 A4 噶，所以請嗰支旗咧，唔該收埋佢。一係就你又行出去，好嘛？一係你又收翻埋佢，一係行出去。喂，我補充兩句得唔得？好，兩句。我補充兩句。嗱，好多謝阿曾卓文頭先嗰個嗰個表述。嗱，我想補充一樣嘢咧，我哋今年喺尖沙咀嗰個本土
香港人嘅六四集會，除咗係要求呢個咁樣嘅反共本土之外，亦都有一個實質嘅行動嘅綱領。我哋當日係一個佔領立法會嘅誓師大會嚟。我哋當日有一個好清晰嘅指示，就係話，如果當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呢個政改方案係一個偽普選、係一個假普選嘅方案，沒有公民提名的話，我哋就會呼籲大家佔領立法會。而事實上喺兩日之後，六月六號啱啱嘅星期五，一有機會去佔領立法會，我哋即刻就行動啦。Okay, 所以李卓人咧，你話我哋嗰啲冇行動咧，你呢啲抹黑咧，同埋你呢啲講法咧，唔該曬黃楊達。頭先我哋請你交翻，把口講出嚟咧。O K. 黃楊達，會散會你先去佔領，由你早啲有佢出嚟咧，就真係精彩絕倫。好，唔該曬。你有膽還行李如儀？毛孟靜，sorry， 頭先未講完。你俾毛孟靜講先好嗎？唔該。毛孟靜係嗱，正話一開始嘅時候，阿謝志峰話。在尖沙咀那裡六四的悼念集會另起爐灶是不是適宜的呢？我這樣我覺得你說適不適宜呢就不是幾適合的，因為真的言論自由，香港的表達自由一定要維護，大家你想去哪裡都可以，自己在洗手間點蠟燭都一樣的。問題是我個人來說呢，你以本土為出發點，維園一片的竹海，這個畫面25年來維園一片竹海的畫面，是中港之間最大的一個不同點，這個一定要維繫的，這個畫面一定要維繫。你有自由選擇去軍營、去尖沙咀、去上水，但我個人嚟講咧，就我如果有得去嘅話，我當日亦都係去咗維園天后站嘅。好，唔該曬曾博士有兩句補充啊。頭先話本土新聞六四嗰晚咧，訪問嘅係前台維園前台嘅觀眾，嗰啲咧應該係好忠實嘅 fans 嘅，但係佢哋都有咁嘅意見，而呢啲意見咧係主流傳媒冇報道嘅，而仲有。在當晚咧，喺維園嗰度有外國美國傳媒訪問我，原來他哋根本就唔知道尖沙咀有聚會，即係話咧本土主流嘅聲音受到主流傳媒嘅壓抑。嗱，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最近呢個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訪港，我哋本土新聞去訪問，而佢話咧本土新聞所代表嘅本土聲音係 marginalized group， 即係邊緣小眾。但是本土聲音不是邊緣小眾，是備受壓抑的主流。好，我們本土新聞既反美國帝國主義，也都反中共殖民，我們要為香港本土的主流聲音受到壓抑的主流發聲。好，麻煩你，我們休息一會先，第二個環節回來繼續討論。尖沙咀六四的活動咧，就係有幾千人參加。咁啊，仲有一個講法咧，就話下年佢可能咧就唔會淨止喺尖沙咀咯，除咗遍地開花之後咧，佢仲會移師嚟維園都唔定嘅喎。咁一呢、這個講法啱唔啱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個情況係發展到咩地步咧？黃生係咪有咁嘅計劃？真係下年要嚟維園啊？嗱，第一樣嘢咧，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唔認為咧。任何嘅運動又好，任何嘅活動都好，係應該變成一個永續做落去嘅儀式嚟嘅。即係呢個唔係長洲飄色啊嘛，呢個並不是一個長洲飄色嘅活動。唔係喎，嗱，我即係我作為傳媒人，我都要同你哋講啦。長洲飄色都可以咁耐，而呢單咁有歷史意義嘅問題，點解唔可以做落去咧？嗱，你聽我講先，佢可以做落去，佢可以做落去，但係我哋嘅形式，我哋嘅認為個重心就係話。點樣？好多人問我哋話：喂，六四點樣本土？好簡單啫，一句説話，認清呢個咁嘅殺人政權嘅真面目，打倒共產黨就係咁簡單啦，係咪？好啦，跟住你問我，下年會喺邊度搞？會唔會喺維園搞？會唔會繼續搞？你睇下下年共產黨倒咗台未先？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你明唔明我嘅邏輯啊？你講清楚啲。即係當然你話喂，共產黨都要無端倒台啊！但我哋唔能夠講定，喂，我哋唔好似維園支聯會咁樣，喂，希望下年都見到大家，我希望下年民主運動已經成功。
用咩方法去達到呢？ Okay, 聽埋我講先，聽埋我講先。啊，用咩方法去達到咧？你唔好一跳跳去嗰、那個跳去嗰度先。唔係你提出一個咁大嘅口號咧，你聽埋我講埋先。方法點？聽埋我講埋先。聽埋我講埋先。一步一步嚟，有啲邏輯嚇，個討論有啲水準。好啦，所以你話下年會唔會喺維園搞，定喺邊度喺尖沙咀繼續搞？這個唔現實嘅，唔實際嘅呢個問題。點解唔現實？一年之後嘅事啦。我而家話俾你聽。我而家問你，如果共產黨依然明年呢個時候仲係統治中國嘅時候，你六四嚟唔嚟？如果喂，睇下下年個政制發展到咩地步咯？下年如果你唔知政改而家發展到咩狀況啦？下年可能我哋仲喺立法會度抗爭緊咧，可能仲佔領立法會抗爭緊咧。你點知啊？ Okay, 你點知啊？所以唔好將嗰個儀式變為一個形式主義。好啦，你問喂六四呢一件事值唔值得繼續去懷念落去？當然係值得啦，當然係值得去紀念啦。但係去到下年，如果已經喂，譬如香港已經有真普選，已經有民主，好老實講，我就唔搞噶啦。咁啊，交翻俾你支聯會啦。你有紀念館又剩嗰啲嚇，你中意去守護住個紀念。即係你的意思係話，即係如果香港有咗民主之後，就你唔會再六四平反提出嘅要求㗎。我哋嘅主張，我哋嘅本土主張，本土嘅主張就係認為就係話，喂，一定要將呢件事結合抗爭。我哋唔滿意支聯會嘅地方就係你冇結合嘅抗爭。好啦，如果喺香港呢個本土環境入面，喂，你已經有真正嘅民主，喂，可能當其時抗爭嘅議題，可能因係第啲本土嘅民生啊各樣咁嘅嘢，我唔介意交翻俾支聯會，佢哋淨係去嚇留住呢段記憶嘅各樣，我唔介意。好啦，跟住阿謝志峰，你問我個問題㗎，有好多人都問我哋呢個問題就係話，喂，你大嗌打到共產黨。大打到共產黨點樣打到啊？同平反六四一樣噶，你唔通而家黑套佢好多燭光，佢就去平反嘅咩？個原理係一樣噶嘛。但係問題就係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首先第一樣嘢，你個立場要堅定。然之後好簡單，聽我講埋，好簡單。我而家話俾大家聽，點樣可以打到共產黨？當大家都相信共產黨係要倒台嘅時候，唔到佢唔倒台。但係啊，唔係，首先我覺得你嘅論述有問題，要全中國人民都覺得共產黨要結束一黨專政，我哋先可以成功。嗱，所以我哋支聯會好清楚，嗱，就算香港有民主，所以我咪話呢口氣咁樣咯。我哋要繼續結束一黨專政，唔會淨係停留於一個民主。你要結束一黨專政，你而家咪叫共產黨嗰個政治協商會議加多幾個政黨入去，咁你講嘅時候佢一句話都冇插，你可以舉講嘅時候你一定要插嘴啦。結束一黨專政即係建設民主中國，有多黨選舉，係啦，用投票選票係去令到共產黨唔可以統治落去，打到共產黨。好。毛孟靜，係我認為咧，如果你淨係話支聯會係流於形式主義，每年行禮如儀，呢個係不公平嘅，因為支聯會嘅人並非受薪，25年來佢哋係義工，付出嘅精神、人力、物力，你可以唔同意佢而家嘅路向，但係一刀切話支聯會咧可以不復存在，呢啲説話係非常之不公道嘅。形式主義是邊個的形式？你如果話純粹是示威、吶喊、遊行，我哋就是行動了。咁但係亦都係點打到咧？點樣改變現狀咧？毛孟靜，毛孟靜，嗱 fair 啲，你淨係睇呢個論壇，你淨係睇呢個論壇。我一路都講緊嘅就係佢哋嘅主張係點。你可以話我未必全面啦。我哋嘅主張係點樣？喂，唔係我唔係同你討論主張，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你聽我講先，因為你講説話嘅時候，我從來冇插嘴嘅。唔係，我回應你啊嘛。我而家唔係同你講主張。你俾邊個回應你啊？黃楊達，你俾係主持決定。你俾阿毛孟靜講埋先啦，好唔好？係。因為你當人哋講嘅時候，你不斷咁插咧，係討論唔到嘢啊嘛。係啊，真係咁樣係。好，毛孟靜繼續。熱烈地喧譁係冇意思。咁你快啲講啦。你話要討論要有水準㗎嘛？咁你快啲講啦。嗱。一直嘅講法就話啊，我哋係要悼念六四，要一齊維繫民主嘅，不應分裂。所以有少少嘅嗰啲 splinter group， 大家就好緊張。其實係唔需要緊張，表達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乜嘢問題呢？因為如果係完全100%統一，香港應該只有一個泛民黨，就唔會有工黨、民主黨、公民黨、民協，你數落去係咪先？所以唔使太過擔心㗎。唔係，首先我完全同意毛孟靜所講咧，因為香港係多元社會，當然大家都可以舉辦任何嘅
活動嚇，即係依個絕對係尊重。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話反共，你係到底你分化咗，係大家唔可以集合力量去控訴共產黨嘅血腥暴行，依個係令到中國共產黨最高興嘅。關於分化，我有問題。而家要求殺人政權啦，你哋話。關於分化，點解大家唔一齊控訴啊？殺人政權。好，曾俊文。分開咧。我想李卓仁先生， okay， 曾俊文，李卓仁先生，你头先话分化，即系话尖沙咀、上水六四晚会另起炉灶就分散力量，你都公开讲过几次噶啦。李卓仁先生想有条问题问下你，你系咪想即系、就是、你哋支联会啊，系咪想好似超市一样一间独大呢？但系咁噃，呢个雀仔街、波鞋街、花墟度多几间同类嘅铺头都可以大旺个场嘛。今年你哋呢個維園嘅人數冇少到啊，嚇、啊 okay. 就比較起舊年上嚟，所以咧就唔需要話你哋維康就唔、okay. 需要你維康就對付中國共產黨就要團結，就咁簡單。你哋係咪當係一盤生意？ Okay. 你哋有專利權啊 ？OK， 黃楊達有問題係嘛？好嗱好簡單嗱，頭先講到嗰個問題咧。大家認清李卓人嘅真面目，一開始一嚟嘅論壇就嚟抹黑我哋，口口聲聲又話可以多元化，又話騙，又話嚇，即係唔同嘅團體舉辦冇所謂。但係下一句就話咧，啊你如果真係搞嘅話咧，就會分化咗佢喎，即係多元化就冇所謂，但你就唔好搞，一搞你就分化咗佢。呢啲人前後兩句説話講嘢冇邏輯嘅，即係話總之你一要挟到佢嗰個壟斷位置。佢就覺得係分化啦。我喺呢度借住一個主流傳媒，你冇理由再講壟斷啦。我哋完全冇壟斷嘅。我要借呢個主流傳媒嘅機會，一個平台屬於全香港市民嘅。借呢個主流傳媒嘅機會，李卓仁，你俾佢講埋先嚇。呢度喺電視機面前，或者係現場嘅朋友，或者好多學生，你可唔會覺得搞錯啲民主派喺度嘈嘈閉閉，喺度爭自己嘅排頭，爭自己嘅公司邊間大啲？我呢度呼籲大家話俾大家聽，無論大家點睇都好。我唔需要你支持我黃楊達，亦都唔使問我下年我喺邊度搞，你會嚟，我唔會話俾你聽。我淨係想同大家講，而家面對一個政改嘅時刻，而家所有泛民主派，你哋預設定一樣嘢：如果你對政黨所有嘅政客、政治家咁唔信任嘅話，你即管徹底唔信任，就唔好信佢哋，淨係堅持一樣嘢：真普選。到時當政府一提出假普選，就自己出嚟行動，佔領立法會，唔需要人帶領。OK， 好嗱，我而家咧呢一節咧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咧，我就俾阿李卓仁回應剛才阿曾卓文同阿黃楊達嘅提問。大家朋友請俾佢機會佢講好嘛？唔係，我覺得嗱，大家睇翻我哋成日都講話咧，傳承八九民運嘅精神。八九民運精神咧就係、是、全部，如果大家睇擺喺政改嘅環境，就係、是、全香港市民一齊團結去佔中，呢、這個就是八九民運嘅精神。系啦，嗱，喂，我佔中又唔得，我你佔領立法會就啱，佔中就唔啱，點解大家唔可以一齊去佔中呢？我又想問大家啦，其實大家團結，用公民抗命嘅方式攞翻我哋應有嘅權益，我哋嘅真普選，我好同意黃楊達講噶，最緊要有真普選，如果冇真普選，大家一定要行出嚟去爭取，我哋要嘅係大家有依種嘅鬥爭嘅抗爭嘅精神。咁呢個希望大家呢市民睇到真政改嗰方面，而家根本係被中共打壓，中共打壓政改等於中共打壓內地嘅維權，兩場仗，我哋嘅對手都係中國共產黨，兩場仗我哋都要抗爭到底。所以呢唔好淨係講香港，亦都要講中國內地嘅打壓，兩樣嘢我哋一齊做呢，兩個運動大家互相配合，咁我哋先至香港人民先會勝利。好，希望大家留意一樣嘢。唔該曬四位朋友，我哋休息陣間先，第三節咧繼續翻嚟啊！好，咁啊，繼續翻嚟咧，城市論壇嘅第三個環節。嗱，通常呢個環節咧會俾現場嘅朋友講嘅，不過咧就而家討論到咧，我哋啊繼續台上講。講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香港悼念六四嘅活動好唔好楞埋？佔中同埋政改一齊講咧咁，嗱當然啦，你話擸埋有咩唔好啊咁，但係咧就會令到咧就國內咧好恐懼嚇，咁啊可唔可能會更加令到呢一個咁嘅本地嘅政治發展係
令到佢哋有咗多嘅恐懼嘅時候，壓力仲大啲咧？唔係，其實志峰，你睇到我強調嘅咧係嗰種精神。其實支聯會個燭光晚悼念嘅集會咧，好清楚都係繼續係支援中國民主運動。但我哋嗰個精神本身係好緊要。個精神如果攞落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大家就係爭取香港嘅普選，依、這個就好清楚。但我哋嗰晚咧係好聚焦，大家睇到我哋嗰晚聚焦嘅就係悼念六四。聚焦嘅係要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依個係好清楚。但係嗰種精神咧，我覺得大家翻去完咗個集會之後，你自然會傳釋嗰一樣嘢，就係我哋喺香港，我哋係要爭取真普選嘅。李卓仁先生，我哋嘅讀者本土新聞嘅讀者有問題要問你，就係咁啊！你哋六四嗰晚嘅口號係戰鬥到底，又話要佔中啊，爭普選咁樣。但係咧，你哋點樣佔中到底咧？我哋嘅讀者要問啦。譬如咧，喺中港衝突嘅方面，你哋支聯會、民主黨次次咧都係幫呢個大陸嘅，譬如雙非人、限奶令，仲有跨境學童，仲有新移民，攞香港人一嚟到香港就攞曬福利嚇。呢啲你同埋普教族，你哋嘅立場永遠都唔係喺本土嗰邊嘅。仲有最近你哋支聯會蔡耀昌先生去到聯合國。要求聯合國逼香港政府立法禁止歧視新移民，又話要新移民攞曬香港人，一嚟到香港攞曬香港人福利，咁樣咧，你哋點樣戰鬥到底啊？我哋點可以相信你真係為香港人爭取佢普選啊？唔係，曾生你唔好將啲嘢咧撈埋曬嚟講。你話戰鬥到底，我哋係向中國共產黨係要求佢。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戰鬥到底。我唔係向人民戰鬥嘅，你哋點解咧將兩樣撈埋？你哋冇戰鬥過。我哋係針對個政權，唔係針對人民。你哋咧淨係針對人民，你哋就將針對人民咧就當做戰鬥咗啦。我哋嘅讀者係反，我哋讀者話你根本冇戰鬥過，你只有出賣香港人民。好。唔係，同埋我仲要講多一樣嘢。今日我哋唔係講中港人民同人民之間嘅矛盾，我哋講話你冇戰鬥過啊！你淨係有出賣香港人啊！冇矛盾。我覺得唔係我俾你講，我俾你講。唔係你俾佢講，係我俾佢講。冇矛盾。係嗱，阿謝志峰，如果你係五年、十年前問我六四運動應唔應該同本土嘅議題結合咧，我就會有啲猶豫。因为六四实实在在是一个历史的图腾，是一场磅礴的历史章回，你就不要随便消费它，不可以的，是不尊重的。但是事到如今25年后，大家看到的历史和新闻是一定要结合，是走不掉。八九六四之後，大家睇到好多人嘅感覺，包括我第一個念頭就係保住香港。今日更加要保住香港，我哋香港係冇出路，我哋要有出路。你話打倒共產黨，我希望可以睇到一個計劃書。如果你係真係正式嘅話，各位，我哋一定要同大家一齊。問題是我有一樣嘢一定要發表嘅咧，就係、是、我並不同意支聯會講嘅話，內地維權運動同香港嘅爭取真民主運動必須互相配合一齊並行，呢、這個係麻煩嘅，係有問題嘅，因為中國大陸實實在在好似一個大遊輪，你要佢轉180度蚊糞。但是香港我们是一个山板，最紧要我们的起点啊，我们即使是没有真民主，实实在在是有基本的自由，我们有表达的自由，你要将我们香港和大陆完全对等，然后说一起争取真的民主，我觉得对香港一国两制之下是不公道的。唔係，我呢度我要講清楚。我想問一個問題。嗱，即係呢度講要講清楚先。李卓仁講埋先。我要講清楚先。嗱，你頭先話個大遊輪，但係大遊輪裏邊咧有劉曉波，有以前有李旺陽，有好多嘅民運人士係想將個大遊輪咧係轉到去民主。咁佢個大遊輪唔好踩爛我哋嘅山板唔好咩？嚇，當然我哋嘅山板。是一路直去争取民主，但我们都要再令到中国共产党后栏失火，
令到佢後面嗰度係有內地嘅維權人士，佢哋犧牲幾多去為咗中國嘅民主？如果佢哋我哋都唔支持，我哋良知何在啊？嗱，唔係，一定要澄清，我並非話不支持內地嘅維權運動，我話係支持，我係講並行嗰下。哇喂，真係2047佢都未轉，香港咪冇運行咯，咁唔得噶咯。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冇話並行，我配合，希望當然我希望簡單嘅啫，翻版早日登岸，攞到一個民主。我哋要求黃楊達，我哋要求本土優先嘅民主，好簡單嘅啫，就係一樣嘢，我哋唔可以等待中國大陸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就係咁簡單。喂，我几时讲过话要等中国有民主啊？冇眼静，冇眼静。我话，我觉得你头先咧，要有民主，你要回应，你要回应李卓人一句，支持中国嘅民主。你要回应李卓人一句，冇眼静。嗱，你都系本土派系咪？头先李卓人嘅发言就讲到话，佢哋对抗嘅就系呢个政权，我哋所有本土行动就系人民对人民，即系话我哋咁耐以嚟，我哋系针对住呢个帝国殖民、呢、這个中共殖民嘅各样行动，驱王。拖劫本土的六四，所有的行动在李卓人眼中，他都是说人民对人民。因为毛孟静，我见你虽然驱王我没有见过你，但我有见过你参与拖劫，是不是？我不喜欢那些带有侮辱的字眼。你有做过拖劫的嘛，是不是？当然是啦，但我们不会用任何侮辱人的字眼。我觉得你都参与过拖劫的，你要回应一下他，这个是不是人民对人民的行动，还是一个本土公民对抗殖民的行动？毛孟靜回應20秒，跟住俾李卓人大概半分鐘到。我自己覺得咧，就一啲都冇衝突嘅。你係對政權，抑或對人民？一個文明社會講到底，你係有一個政權嚟，一係就服務人民，一係就鎮壓人民。個人民自己嘅質素，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權。呢個係大家。是歷史的教訓來的，你一定要這樣分割，說六四和本土割切，又或者本土是不必關心李旺陽、劉曉波，這些講這些說話是完全沒有新聞價值之餘，也都是沒有歷史意義的。好，李卓人。不是，那很開心呢，其實根本大家對於支持內地維權運動呢，其實大家一致的。是。但我現在要解釋一件事呢，就係咩嘢叫做人民對人民、人民對政權？譬如我哋唔滿意特區政府，係啦，同埋中共政權，夾硬係揾啲自由行咧，係無限咁係嚟香港，我哋唔滿意呢樣嘢，咁我哋咪針對個政權、針對個政府，係要求係撤銷嚇，譬如話係非家庭團聚嘅1000多行咯。嚇，等少啲人嚟香港，唔好影響我哋民生咯。呢啲係民生嘢，我哋梗係要支持噶。但係你而家你哋所做嘅，就變咗人哋睇到，根本你唔係針對個政府，你係去拖跪，去向中國本身，佢哋都係呢個政權本身謊言嘅受害者。點解佢哋要嚟香港買嘢啊？因為成個中國全部啲嘢都係假嘢。咁我哋要針對個政權咯。好，大家有咩問題咧？針對個政權。好啦，我哋又要出人下第四個環節咧，係俾現場朋友同我哋一齊討論啦。好，我哋聽聽咧，就係現場朋友嘅發言嚇。請先係樂善堂楊岳小林中學嘅朋友。係你好，我係楊岳小林中學嘅學生。咁我就會希望咧，香港會有真普選啦。只有一人一票選出嘅特首，一個政府先會重視人民嘅訴求，而政府先會有認受性去減少爭議，從而推動社會嘅進步。六四嘅犧牲者同埋而家受迫害嘅民運人士，或者亦都有同樣嘅訴求。作為學生嘅我嘅責任，唔單止平反六四，仲要為自己居住嘅地方爭取平等自由。正如劉俊圖講過，係人係要有免於恐懼嘅自由。我認為咁先至係六四紀念活動可以帶嚟嘅意義。最後，我希望認為六四係暴亂嘅人可以醒覺。我認為參加六四並唔係想要港獨、顛覆中國基地、漢奸同埋走狗。多謝。好，唔該曬。呢個為香港論壇之友，論壇之友姓文嘅嗱，謝志峰，我有機會同你聯絡嗰時候，你話佢哋好和平噶，只係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你要同佢先同個對答咧。
你睇佢炒漏到咁樣嘅。邊個炒漏？我炒漏。都話佢兩幾位啊，啊炒漏到一定要打倒共產黨。你話唔係啊嘛，我就話係啊嘛。根本六四嗰時個炒漏嘅情況咧，仲更加高，更打倒漢奸。打倒港獨！好好好，阿文生聽到你嘅立場啦。好，文生請你收翻個麥。好。大哥，我係維園衝鋒嘅大陸支。嗱，八九民運係人民做嘢，六四開槍係政府做嘢。呢、這個政府早就與民為敵㗎啦。共產黨講六四後嘅經濟繁榮係六四開槍嘅理由。嗱，呢個係離天大方。六四后的经济繁荣不是共产经济的繁荣，而是不要共产经济的繁荣。我们看到共产党的虚妄和虚弱，我们香港人坚定信心，我守护香港。好，麻烦、戴口罩的朋友、起身吧，麻烦、各位好、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點解會發生嘅咧？而家香港政府咧係唔係由普選產生嘅？立法會係冇廣泛嘅民意授權，所以而家嘅政府咧係唔應該提出一啲觸及香港長遠利益嘅政策，例如係龐大嘅基建或者拆人哋嘅家園去改咗幾十條村嘅土地規劃。去擴建堆填區或者興建焚化爐，呢啲係啲長遠嘅基建項目。呢啲政策咧係會觸動香港人同埋下一代重大嘅利益。好，唔該曬，多謝你。下嗰位女士好嘛？係有個蝴蝶結嗰位，蝴蝶結嗰位係。哦，係啊，你太太嚟㗎？我唔知啊。我是熱血公民的陳秀慧，我很想說，我很欣賞李卓人有這麼高尚的情操，即是又要幫國內民運人士，又要幫香港。其實呢，我也很想保衛地球的，我很想全宇宙呢都可以和平的。是有先後緩急，你不可以永遠都將自己放在一個安全的位置，那裡喊爭取和爭取道德高地。第一，你在香港喊中國民主，你不回大陸喊香港民主的了，你到期時有，我絕對相信是這樣。25年，今年我其實都很高興，有180,000人去維園，證明了什麼？證明了其實香港人對香港政治的不滿很多時候都是反映在這個維園的燭光裡面。但你不可以抹黑我們，我們本土的主張就是要慢慢告訴這180,000人聽，真正的力量是可以好好地運用。好，麻煩你。例如我們今年在維園，在尖沙咀這樣。好，麻煩你，和平佔中的朋友。主持人好，我是和平佔中的義工。其實都想講返，其實整個佔中運動呢，我們其實有三個圈，第一個圈是商討，第二個圈是投票，第三個圈是抗爭。咁其實商討我哋已經完結咗，嚟緊咧6月22號咧係一個投票嘅一個運動。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好想好積極咁樣去爭取真普選，其實唔係話一下子就去佔領，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方法去做。其實只要6月22號係大家市民都肯出嚟投票去爭取真普選嘅話，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集中到嘅力量。所以希望各位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都支持，記得6月22號一定要去投票。我是公民黨的李俊熙，我想問一下曾卓文，你說尖沙咀悼念六四是被打壓，被主流媒體是漠視，但剛才你見到剛才他們離場的時候拎著漢奸走狗的牌，只是拎去李卓人那裡，即是你見到其實共產黨都看不到尖沙咀，只是都沒有重視到，所以呢，我覺得尖沙咀這個悼念呢仍然要加油。而且支聯會並不是沒有行動的，他是有去拯救維權人士，這就是行動，他們功不可沒的。多謝。 OK， 新民黨的朋友在哪裡？新民黨的朋友請舉手。新民黨有沒有？沒有嘛。 OK， 民主黨尹兆堅。剛才有些港姐說了，其實180,000人出來，180,000支燭光就是顯示人民心不死。支聯會的
主要的功能就是凝聚民心，當然之外有其他市民工作。我覺得剛才很多港姐的批評是不公道的，六六四的紀念館或者其他工作團結全球的民主力量政府做的工作。我想問一下葉公民，你們說支聯會行禮如儀只是集會，你在尖沙咀那個是不是集會？你在尖沙咀行禮如儀，行完港島道之後回屋企是不是回家？ OK， 現場的朋友請不要再喧嘩鬧罵，你時候走到為什麼你不留下公民的朋友，不要再吵了。你宣稱又同自己的行為根本不吻合。